邓瑞文呢日出席长者活动推广家居平安钟，估唔到文女竟然已经为自己装咗个啦。咁所以我自己觉得，其实平安钟千祈唔好将佢概括咗、定义咗喺老人家先用咯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而家大家在香港生活都知道，其實都很攰噶啦，係咪成日都唔夠瞓？咁我覺得可能屋企安一個都是安全，即係我覺得是一個保，即係叫做安，俾自己有個安心咯。今年嘅聖誕節，文女會唔會計劃同父母一起出國去旅行呢？都會㗎，都會嘅。其實我同爹哋，因為我爹哋唔係住喺香港，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會同爹哋去旅行。有陣時候去旅行，不過佢而家都冇以前咁中意去旅行，因為就係唔行得咯。咁媽咪咧就會黐身啲，真係要同佢去咧，就真係要湊住佢嘅。咁就要即係、就是、我都要自己放到假先得。